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嗯，好的。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怀旧之声。大家好，我是梅梅。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。 1997年9月1日，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。一个甜美的声音滑进我的心里。大家好，我是韩梅梅，我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。接下来我要带给大家一个节目。放学后，我跟着你们来到废旧的铁轨上，看你们时而追逐，时而打闹，空气中都弥漫着你们的味道。你就像午后的一抹阳光，温暖而明净。我听到你说，你想要一个随身听，就让我来帮你。把书翻到第七面。今天我们学习再别康桥，首先我给大家朗读一遍。再别康桥，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轻轻的来。什么？韩美美，你讲什么话？给我把它朗读一遍。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，波光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。你刚刚找我干嘛？大姨妈搞裙子上了。啊？我刚刚有件衣服，你披上，赶紧回家吧。给你说件事。嗯。啊。老板，来四个包子。5毛、6毛、1块、1块5。算了算了，我只要一个。出东门过大桥，开始。出东门。梅梅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100天了。虽然我们还未说过话，我想，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到过我，但是我却很了解你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，我可以实现你的那个愿望。
上的残滴映着月儿，好似银光千点，闪闪烁烁地动着。真没想到，落雨孤灯之后，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。你好，欢迎七星苏芒。老板，把那个随身听给我看一下吧。一年了，我终于买到了这部随身听，希望你能喜欢，用它去实现你的梦想吧。在我们今天怀旧之声结束之前，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。2000年6月13日，我们终于毕业了，你还是那一个洋洋嘴角就温暖了整个夏天的人。谢谢，让我从一个长得很困难、生活得很困难、就连做梦也很困难的人，变成了一个勇敢、无畏而充满梦想的人。虽然我从未走近，但你的声音、你的微笑、你的一切，都足以悸动这个夏天。随着一首周杰伦的《回到过去》，我们的思绪也跟着音乐回到了曾经。让我们试着让故事在回忆中继续，怀念当初的那个岁月，感谢为了梦想努力奋斗的自己，那份单纯美好、相互陪伴的友谊，还有那个为了爱奋不顾身的你。我是你们这学期新来的播音老师，我叫李雷。大家好，我叫江甜甜，是本班的班长。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主持人。我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。想回到过去，试着把你在外面羞怯的脸带有一点自己，想看你看的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。失去平衡，慢慢下沉。